等一下，挺好的吧，教授也是看的，实在是看不清，不知道，我看的，挺好的，还高度的颜色。教授，你这数字怎么回事？你说这么大呀？别把我根管弄破了啊！找他们，那就找他们弄破了。我看。下一课不打的话，2.50对一课打。一米可以，可以，这已经是一米了。对啊。对，我意思是下一个是用这两个图案拼在一起，它的图案是50×50的。那就是2米了。这个不是一米了吗？这个我扩大尺寸。